那么本期的话咱们来玩生化三的抢分啊。那么开局的话我就被 Lee's Mother Infected， 我真的是啊。好，那么没有办法知道吧，开局的话咱们去套路一波憨憨就对了啊。好，来别着急，弟弟从你先开始一个啊，来两个。好，南瓜的气息，又是一个南瓜的气息，开局直接 4K 舒服的 YAP。 哎呀，哎呀，我说怎么有个人用这个阴间刀，真的是哪个杂种啊，我靠，没看清楚啊，好像是个多米尼克啊。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弟弟们来嘛，真的是，哦呦，南瓜，南瓜，南瓜好多，哎，知道吧？生化三南瓜是真的香啊！好，别着急，兄弟们啊，装的还挺快，弟弟了，你给噎死，知道吧？你看这是死吗？空爪，死吗？空爪，那是滚你妈，这死吗？空爪啊！那么这把打的是传统经典炮具生化三啊，武器的话是有限制的啊，具体有一些什么武器可以使用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前几天我发那个动态啊，这里的话我就不再赘述了。那这一把咱们开局是 5K 感染 MVP 啊，是个好的开头，知道吧？哎，那么咱们打生化三啊，尤其是炮具版，咱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去杀僵尸啊，而是把僵尸给点亮之后等队友去杀，咱们拿助攻就完事了，请叫我混分巨兽，知道吧？六一速卡利科方便逃跑，哎，冰红面负责把僵尸给点亮，水的话负责标记僵尸啊，魔剑可以去最后秒一波，哎，完美！操，我的妈，哪来的芭比人说他瞬移过来的吗？真的是，哇，操妈的，我这么。哦，又白给人是翻了一逼啊。那么前面的话人有点多啊，我们感觉正面刚不现实，咱们这么去迂回一波，而且我现在被点亮知道吧，我现在是着火的小芭比，只要没有了混沌手雷，没有了无人机，南瓜的水雷是真的香知道吧。哎，好，有南瓜的气息，南瓜，哎，草莓了。好，别着急，咱们先扔一颗兽流过去把他们给炸开啊。好，来来 I'm fucking coming XO。哎呀，英雄是吧，来哼哼英雄，你给噎死啊，傻乎乎的啊，然后抓得挺快的哈，瞬间抓完啊。那么这块咱们不能再白给，知道吧，咱们不能再白给了，这局开始咱们要开始咱们的混分之旅啊。场面是一度混乱啊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小心一点，一定要稳住啊，开局的话先拉开距离啊，别被套路了。那么开局的话是后方十秒先扔一颗水雷过去啊，霸主水雷非常牛逼啊， 5.5 的那个百分比下血啊。我们先点住点住点住啊，把僵尸们都点亮之后啊，打死拿人头，打不死拿助攻啊，我们是助攻的 MVP 啊，我们不拿杀敌 MP， 我们不拿感染 MP， 我们只拿助攻的 MVP， 对吧？你机炮魔剑你开局没事情你秒个屁啊，真的是，对吧？你秒个屁啊。好，来弟弟你给呀，操啊，蓄力没有蓄好，哎呦，不给了啊，难受啊，我操，抓太快这局啊，抓太快。不过还行，咱们这把是五个助攻啊，助攻的 MVP 啊，是 MVP 就 OK， 我怎么是 MVP 啊？哎，老样子啊，拿出混分三件套，哎，开局的话咱们先远离人群啊，防止人套路啊，有些人还会幽影跟抓啊，一定要小心。不过现在的话我不是第一名啊，所以说我没啥威胁啊，他们会去抓第一那个人啊。好，别急，再扔一颗水雷过去，再扔一颗水雷过去，还有个武器库这把，哎，等于说又多了一颗水雷，一把冰毁灭，咱们可以子弹不用担心啊，我们先撑住啊，先撑住啊。场面很混乱，咱们先点啊，先点乱射啊，扫射就完事儿啊，点死拿人头，点不死拿助攻，哎，死于乱，操，他妈怎么后方刷复活点啊？我怎么一啊，难受啊，我操，难受啊，怎么老是白给啊？啊，错了，真的，僵尸次次复活在脸上，哎，真的，我他妈开局还是一局母体，你敢信？老倒霉蛋了，哎，难受的一批啊这局。不过还行，咱们莫名其妙混了七个助攻啊，还行啊，稳得住，稳得住，稳得住啊。对吧，你逆照折算一下就对了，七个助攻的话杀死僵尸是两分嘛，非暴走就像是两分嘛，七个助攻的话相当于3K 啊，相当于 3K 不到啊， 3.5K。 好，这位有没有僵尸啊，反者被跟抓，反者被跟抓，咱们先扔一颗水雷过去啊，我他妈现在已经怕，知道吧，我他妈已经怕，真的是次次僵尸见到我身边。好，我们先点住，先点住啊，我们不要去浪，也不要去杀僵尸啊，点上僵尸之后咱们就跑啊，我们点亮僵尸，温暖人类啊，温暖所有的南瓜。哎，算是我也是只南瓜啊。好，先别着急着啊，咱们一定要稳。哦，箱子位置恰到好处啊，继续啊，又是两颗水雷啊，水雷非常牛逼啊，一烧烧一片啊，烧死拿人头，烧不死拿助攻，哎，舒服，点就完事啊。好，开始，兄弟们，开始，开始啊。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混分巨兽，咱们有僵尸进来了啊。好，先别着急，咱们准备开波六啊，把六开之后，咱们就勾住来一个，两个，两个。啊、哦！怎么又他妈被抓？我操，难受的一批啊！我靠，哎，我他妈就不应该开六的啊！真的，生化三的僵尸人均狂热啊！你如果地下一秒不死，再你再砍一下，他进化了，真的是，哎，不行，哎，这把他肯定又他妈白给了，又白给了！我操，说好的混分巨兽呢？嗯，准备来斩首一生弟弟，你给爷死啊！生了个寂寞，操，他妈又没了啊、哎！不开心，拿两分的挨打分还不亏啊！
好，肯定是人死嘛，佛顶位，哎，那么就话咱们是13个助攻啊，还行啊，相当于那个叫什么6K 吧，6K 啊，知道吧，混助攻才是玩的啊。前期的话对吧，有那个病毒影响啊，士气不会回归，你击破的话就刮痧，你踢两喷都可能才6000-7000的伤害啊，而且后期士气回归越来越晚啊，所以咱们还是要混分啊，以混分为主啊，点死拿人头，点不死拿助攻，我拿继续水雷先扔出去啊，好水雷好浪费了，我靠没炸到全是啊。好，那么后方的话是有女王，我操，哎，对，怎么又刷起来？我操，真是啊！好，我们先点住，先点住他们啊！后方一定要压制住啊！如果后方压制不住的话，咱们就没办法混分了啊！好，后方成功的压制住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咱们继续混分，哎，知道吧？什么都看不清，咱们点就完事了。这个冰毁灭啊，上了六宫之后啊，还是挺牛逼的啊，而且它可以持续的主播烧啊，我们只要点亮一次之后啊，它只要被秒啊，我们都是有分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换个子弹啊！后方的话是还暂时安全啊，士气快回归了啊！好，来，我们先稳住 ，nice， 士气回归啊！紫色的士气加六宫配件，这就是一把霸主级机枪，知道吧？什么朱雀 NG7 都是什么垃圾玩意儿啊，屁用没有啊！啊，别急，咱们继续！哎呀，好，小鲍鱼的话，我们点亮之后，咱们就什么都不管哈 ，headshot， double kill， 哎，舒服。好，现在太多了，我们秒一波，兄弟们来！哎，他怎么秒完了吗？真是啊，600K 啊，真的是啊，不过还行啊，六可以重置啊，先稳住，继续混分！我走，僵尸就进来了，这把六感觉话重置不了了，咱们先乱砍吧，我们乱砍一波啊，看看不亏，这把是25个助攻，哎，舒服，相当于杀了12K， 兄弟们，对吧？你拿机炮魔晶，你不可能杀这么多的僵尸啊，但是我拿冰毁灭，我可以混到那么多，哎呀，爱了。好，先别着急，咱们先拉开距离啊！开局啊，一定要拉开距离，知道吧？如果有人莫名其妙接近你的话，那人一定是僵尸啊，一定要小心啊！那么开局的话是僵尸在哪儿出现？好，后方有一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玩自爆啊！你为什么要玩自爆呢？看不懂啊！你想来破坏我吗？不可能，知道吧？绝对不可能！我和一堆南瓜在一起，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南瓜是我，哎，安能辨我是南瓜啊？好，别着急，咱们把僵尸点亮之后，咱们就不管他们了。点亮之后就是咱们就不管了啊！你们要去秒是你们的事情，你们被抓也是你们的事情啊！谁烂谁死啊！点亮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啊！因为后面还有灼烧啊，我们继续点亮他们啊！我操，旁边那个女王真的是吓死我了。好，我们先退回后分啊！我们和队友们一起守点，我们这把真的是要保护队友，知道吧？我们一定要保护队友，对吧？如果没有队友的话，我们也混不了分啊！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哎，在后方啊，六宫配件搭配着紫色的士气，哎，传奇冰瀑毁灭者上线啊，对吧？而且我带的是吸血配件，你根本就不可能炸得死我，知道吧？哎，你们再多收入，你们炸不死我。好，我们继续点亮，非常混乱啊，反正我们瞎点就完事儿，哎。我操，女王又进来了吗？好，先别急，这波的话咱们先不要开六啊，因为他们会被秒一波啊，我把六留到下一波之后咱们去开，先换个子弹啊。我们还有一个弹夹22发，那么人类的话你所剩无几了，还有8个载种没被抓掉，对，除了我还有7个载种没被抓掉啊。好了，咱们继续点，好，差不多，兄弟们准备去秒一波，来，兄弟们一个速来，开了不多必须来一个 double kill triple 啊，又砍进化卡现在是，不过还行，咱们这把是23个助攻啊，助攻的 MVP 相当于是 12K， 对， 12K 的杀敌啊，哎，知道吧，咱们这把又拿了 10K， 不亏就完事儿。你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哎，每局杀 10K 和他们每局杀 5-6K 啊，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，根本就追不上的，和他们后面。好，来哪儿尸边，来掐我水雷一颗，好像没掐到啊。好，在那里尸边再来一颗水雷啊，哎，他们又没打到，真是翻了一臂啊，我浪费2颗水雷，难受啊。好，来小芭比，哦哟，被点亮的小可，哇，还有好多。真是好多啊，先点亮之后的话咱们混入瓜群，你根本抓不到我啊，我们坐等士气的回归啊，这个士气化回归是越来越晚啊，没士气的话这个逼炮属实拉垮，属实秒不动啊。好，咱们来继续点亮他们啊，点亮他们教练人类啊，哎，还行，咱们现在已经是第一了啊，先稳住，哦，操，僵尸进来了，好，还先被秒了啊！来，我们混分，混分不亦乐乎？点死拿人头，点不死拿助攻啊！总之我是不亏的，只要我在玩人类，我就不会亏啊！玩僵尸的话，玩一僵尸血亏一局啊！出现第一局的话，我抓得很快啊！
好 headshot， 哎，三分到手，哎呀，这样吧，莫名其妙好 double kill， 哎，舒服舒服舒服，哎，好，继续继续继续啊，这个冰河面是真的牛皮，哎，啊，咱们哇，哪个傻逼放那个天真液，好恶心啊！我靠，什么都看不清啊，这个火，哎呀，就乱点呗，乱点啊。啊、哦，还行，哎，又拿了五个助攻嘛，这把话助攻可能拿了30个助攻了吧？我看，好没子弹了，没子弹，咱们准备去秒一波，兄弟们，哎，这是我最后的巨剑了，兄弟们，一个色，你给赢死他妈，全部进化，我操，哇，他全部进化吐了，啊，三 K 还行吧，啊，咱们来扔兽炉，我操，啊，没扔出去啊，不过还行，4点位挺好的，这个僵尸啊也是可以拿分的，知道吧？比如说拿这个兽炉之心，对吧？来兽炉之心啊，再来一颗兽炉，弟弟们来嘛！我操，还炸死一个牛逼，哎，舒服！哎呀，呦呦呦，这不是个英雄吗？啊，这就没了啊！这把是21个助攻，5杀敌，1感染啊，三个地方都有我上板，哎，舒服啊！混分巨兽的最高境界，三边都混啊！开局咱们还是小心点啊，远离人群啊，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咱们那种开着飞门过来抓你的啊，那种一定是僵尸啊。啊，这位的话是暂时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那么僵尸哪出现呢？好，水雷再送你一颗，哎，全是女王被我们点亮，哎哎，我操！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僵尸很容易附在脸上的啊。好，那么远处是有几个僵尸啊，我们先退后方啊，退后方，哎，还是老样子，我们混入瓜群呢、啊。我操，哎，怎么就尸变这里？我靠！好，我们开一波 BB 啊，开一波 BB 来来 ，GS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， 我操，5K 这把真是舒服，哎呀，后面居然尸变开心的是，我操，这把是6K， 我操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，这把也是不亏，知道吧 ？6K 啊，全是爆头，3618，18分到手，完全的不亏啊，这就是随机应变啊，知道吧？刚刚我砍的全是后背啊，所以砍出了暴击啊，他进化也没有用，进化他还得死。啊，这个的话咱们要小心点啊，先拉开距离啊，反正南瓜过来抓我啊。有些南瓜他们不怀好意啊，宰种南瓜，同时南瓜相煎何太急啊，为什么破坏南瓜，好僵尸啊，这就好像抓起来，咱们要拉开距离啊，小心一点，好，我操，啊，难受了，我操，好，我操，哎，咱们不打到处乱飞啊，好，我们先扔一颗兽，我的f- 啊，把那一逼啊，我喷了个后空翻啊，不开心，咱们现在是第一名啊，第一名啊，遥遥领先了啊，已经200多分了，我们已经甩第二名，已经甩了快10多分了啊。好，咱们继续来混分兽炉之心，来一个求力高，哎，兽炉之心，兽炉之心，哎 ，nice， 好，还行，咱们这把又是助攻的 MVP 啊，玩僵尸也拿助攻的 MVP， 我总是 MVP， 贯彻到底，哎，非常舒服，知道吧？进入状态之后的话，你们跟不上我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胆战心惊的啊，我他妈看谁都感觉是僵尸啊，真的看谁都感觉是僵尸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好，走走，你看看，你看这咱们真的是，哎，还好交了无双啊，无双这把交了，没办法，不交无双的话就被抓了哈。我操，后方好像尸变了，我们继续再扔一颗水雷过去，啊、还行，我操，后方就完全沦陷了吗？好，先别着急，咱们先养尾气，养尾气，养尾气。What the fuck？ 哦，他妈又被抓了，我操，还英雄给，啊，操，难受的一批啊，这把我靠，感觉这把又血亏了，状态不行，知道吧？这把挺快，主要是后方这把沦陷了。后面没东西的话，咱们还可以去混一下分啊。那六助攻还可以啊，不算太亏啊。咱们总之是有收获的啊。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们一定要万般的小心啊，因为现在我是第一了啊，很多人会针对第一名啊，所以尽量远离人群啊。开局一定不要被套路，谁玩僵尸谁血亏啊。啊，这把的话给了一个武器库还行啊。我操三，你看这南瓜，你看他妈拿天真一块招，真是牛逼啊！宰这南瓜，还好也又交了无双，知道吧？又挡了一劫啊。老子这种南瓜知道吧，同为南瓜你为什么要破坏我这个南瓜，真的是啊！这把话飞奔没了啊，飞奔没了，无双也不能重置啊。好，后面好像快尸变了，咱们这补两颗水雷，武器库直接交了啊，水雷永远第一神，哎，舒服，全部把僵尸给点亮啊。好，后面躲这个女王，咱们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。人堆里面的话呀，对，我们不要站人堆里面，如果到了女王长手一伸的话，人堆里面就全部被抓完了，所以咱们准备去把六给开了啊，把六给开了啊。那兄弟们开六不多 BB， double kill double kill， 打了个哎，把你逼啊，我操！好，拿剑是守之心吧，守之心，守住之心。我操 ，what the fuck！ 啊，不过还行，这把是12个助攻啊，还行啊，12个助攻的话相当于6K 吧，6K 啊 ，6K。或者换成爆头的三分的话是4K 啊。好，他妈这一局
我他妈这局我就不过去，知道吧？我他妈在这上面等着，等你们都抓差不多之后再过去。真的是，这儿这么一群，我操，老子还整他妈客气四跟抓我 ，nice 玩英雄，哎，玩英雄那必然是无比的嚣张，知道吧？三千的血加无双的两秒，我可以多砍出那么好几刀来啊！你看我秒就完事这局，哎呀，舒服，哎，舒服。什么叫天选之人？我不变僵尸，我还变英雄，哎，やりますね。啊，我们继续点住点住，知道吧？哎，但是吸血配件啊，你英雄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杀我弟弟？哎呀，来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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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吧？我们这把可以更好的保护队友，知道吧？变英雄的目的是保护队友，哎。好，僵尸还没怎么压进来，我们还有机会啊，尸体还没有回归啊，我们继续点亮僵尸就完事了，点亮僵尸照亮人类。那么僵尸已经压进来，我们先不要着急，我们继续先点住他们，知道吧？等他们秒完之后，我们再去秒一波啊。好，来拿出魔镜准备来砍一下哈。哎，我的佛，我怎么，哎，我怎么就死掉了？我操！哦，哈哈，我的英雄就白给了我操！哇，我怎么抓这么快？他们后面也被抓着的是啊！啊，我的英雄没了，我操！啊，难受啊！啊，是心肌梗塞的感觉啊！啊，我哭了你们的，我操！操！啊！啊！气死我妈的！好，后方好像尸变了，我们去扔水雷把他们点亮啊！我操，这边也尸变了，我们先回后方。我的！啊！好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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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啊！我白给不动了，我真白给不动了，我真的是啊！好南瓜，嗯，走脸上是吧？你给噎死南瓜！别急，弟弟们，一还有一个 F 一，六秒的无敌暴毙，无所畏惧，全是南瓜，南瓜的气息，我们带抓特抓，舒服这一把。哎，我操，下面盾那个残忍是没抓掉，漏网之鱼啊，不过还行啊。咱们这一把啊，是六感染加五个助攻啊，还可以吧？坚持挨打分也拿了好多啊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还是打第一名，282分，谢谢收看啊。